现在不仅是为中我们中海油配，整个为中海油配套的问题，那么跟重要的是我们，对吧？也这个获得了国际上，对吧？比如说像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啊，像壳牌啊，像道达尔，像挪威国家石油公司，以及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等等，很多实际上中国的石油公司，我们都已经在这个门槛非常高的一个海关里面，对吧？我们都已经很快的成为他们的合格供应商。